小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的年度爱用彩妆，我精选了今年度使用频率最高、最爱，然后上起来妆感最喜欢、最完美的十样彩妆，来完成我脸上现在这个妆容。那应该算是一个年度总复习，然后时间很快又到了12月了。那你想知道我今年最爱用的彩妆有哪些呢？我等一下就会边上妆边跟大家分享，继续看下去吧。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现在回到素颜的状态。那第一样年度爱用品要分享的是它 MAC 的超显白防护式滴乳。那基本上它就是妆前乳的步骤。那妆前乳顾名思义就是在粉底前使用，然后当做一个打底的作用嘛。那打底呢，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就是选择适合你的肤质跟你的需求的产品。像我是干肌，我就会选择可能比较保湿或是可以润饰肤色，就是修饰我的肤色不均啊、黑眼圈等等。那如果你是油肌，你可能就可以选择有控油效果的，去辅助让你的底妆更加分。那这瓶质地比较特别，它是属于那种带粉色的乳液状，你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玫瑰色调，然后上在肌肤上就可以去润饰你的肤色。那我们会从眼下这个地方开始去上两侧，因为我自己黑眼圈比较重，然后暗沉啊什么都集中在眼下这一区，所以我会先从眼下这边下手，然后再慢慢带到你的两颊。那我觉得它这个粉色修饰起来是非常自然的，就是不会那种假粉假粉，反而其实有时候你只上一层，它就会让你的肌肤肤色会变得有点自然的粉嫩感，然后再带到额头、鼻头跟下巴的地方。接着使用粉扑把我多余的这些妆前乳带掉，让它该上的上均匀。你看我其实光上一层薄薄的，它就有自然的润色效果。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懒得上粉底的话，它就是有防晒系数，然后又可以修饰你的肤色。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质地，就是很润很好推，然后它修饰的那个肤色效果是非常自然的，会有一层就自然的那种薄膜感。在第二样年度最爱彩妆呢，是 Make Up Forever 的 Reboot 活润精华粉底液。这瓶粉底我在之前的保湿粉底评比中有分享过，那这其实就已经是你知道万中选一、精挑细选的保湿粉底推荐。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偏干肌或是想找秋冬适合粉底的话，都可以去参考看看。那这瓶粉底算是我挣扎了很久，就是选出一瓶我今年度最爱，然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就是它。那它其实比较算是保养型的粉底，因为它其实是添加了很多保养精华精粹在里头，所以你上起来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没有那种粉感的，很像乳液的感觉。那我用的色号是 225， 它总共有出9个色号，然后我觉得它的色系蛮对健康肤色友善的，它有很多就是真的是小麦色什么都可以用的色号。那里面是做按压头的设计，先给你们看一下粉底的质地，你可以感觉出来它就是真的很润，然后延展性也很好。那上妆方式呢，你可以选择刷具或美妆蛋。我觉得这瓶粉底有个很大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太难的上妆技巧。那我会先上在脸颊中心的这个三角区块，不用带到太满哦。然后呢，你可以用刷具往外带，它有一个淡淡的香味，但不是那种浓浓的香精味。你们看一下，刷具往外带，其实它就有那种自然的光泽感，有没有？然后我很喜欢它是几乎没有什么粉感，就很像你上起来像是第二层肌肤，只是肤况变更好的感觉。刷具刷完之后，再用美妆蛋轻拍一层，让粉底更贴更匀。粉底重点不是上的多，而是上的匀跟服帖，才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持久。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妆感，它就是会带一点点自然光泽，然后稍微的去润饰你的肌肤的肤色不均。我觉得啊，虽然这瓶粉底不是说遮瑕最好，其实它遮瑕力度大概只有中等，但是它整体润饰肤色跟它没有粉感，然后它的保湿度的感觉，像现在这个天气，我也完全可以用这瓶，然后也不会浮粉脱妆。当然你的妆前保养也很重要啦。不过呢，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它很像原生皮肤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自然，然后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质感更好，但不会有厚重妆感的话，强力推荐这一瓶，我自己很喜欢它的妆感。再来，我们的年度最爱第三样呢，就是老朋友 NARS 的妆点甜心遮瑕蜜。
我后来发现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年度最爱过，但是今年使用它的频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一定要把它列入这个单元中。那这支遮瑕液在美国真的是销量非常之好，是那种有专业报告出来说它的讨论热度啊销量是最好的一款遮瑕。那它的色号出的选择也非常多，像台湾应该至少有个15色的色选，然后从明度跟冷暖色调的选择都有。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稍微做一下大家试色的功课，去选择比较适合你的色号。我自己是会有时候两个颜色就是深浅色去混搭用，有时候我可能要去修饰黑眼圈，或是我甚至局部提亮颧骨啊脸部立体度的地方，都是可以用这支遮瑕液的。好，那我今天就用我平常最常用的 Medium One 色号来上。那我自己比较大的瑕疵就是黑眼圈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来遮一下我的黑眼圈。我很喜欢它的刷头，它是做这种斜角型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画在你这个泪沟的地方。我通常会画一个这种三角形，因为黑眼圈就是往下长的嘛。那你不要画到太靠近眼头，因为它这样子画到太靠近眼头的地方就很容易卡纹，尤其是你干肌脸下，眼下细纹很多。那我搭配的是 Zoeva 之前在 Sephora 买的遮瑕刷，这支超好用，强烈推荐你们可以去买，它的号码是142。好，遮瑕刷呢，我会稍微先把它的范围涂开一点点，把我要遮的地方稍微都有上到遮瑕之后呢，再用轻弹的方式，因为它的头是有点带圆球型嘛，所以也有点可以仿照那个美妆蛋轻拍的效果，这样子轻拍开来，把那个遮瑕跟没上遮瑕的地方的界限模糊掉，它就会非常的自然。剩余的那个遮瑕我会再带到眼尾，因为眼尾如果我上太多遮瑕的产品上去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卡粉，然后再慢慢往上带到一点点，因为我其实连眼头这边有没有这块其实都是黑眼圈，所以有时候会有人误会我说我鼻影上太重，没有，其实我真的就是黑眼圈长到整个眼睛上面来，加上我的眼窝的阴影。好，你们可以比较一下，这边没上，这边有上，它还是有自然润湿的效果。总之呢，这支遮瑕液的表现我自己算是很喜欢，因为它的遮瑕度我觉得算是中等偏上，重点是它上起来是比较不容易卡纹的，然后持久度表现也很好，重点是它可以慢慢去叠加增加遮瑕力，因为有时候太厚重对我来说反而会很容易干，很容易卡纹，所以它的干湿度我觉得算是很适中的。如果你想找一支好用的专柜遮瑕，我会强烈推荐你可以从它开始下手。接下来第四样年度爱用呢，是苏库的精彩丝柔蜜粉。这个蜜粉是我之前去他们家买粉霜的时候送的，所以手上这个算是小样，其实也没有很小啦，它有4克，那实际的正货有到17克给你们参考。那我研究一下，苏库他们家出了好几颗不同妆效的蜜粉，这个是比较偏向雾面这种没有光泽感的。然后呢，里面它其实这个我觉得小样也很精致耶，有附一个小粉扑，然后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粉质，看得出来吗？是带那种非常淡淡的粉色，所以你刷上去的时候啊，它是会有一点点去润湿你的肤色效果的，非常非常淡的粉色。那我自己如果上了这种比较光泽型的粉底的话，其实因为要戴口罩嘛，我都还是会稍微用蜜粉定一下妆。那我定妆的方式，我会先用粉扑稍微的拍在我的下巴这个地方，因为这边会戴口罩，然后再戴到额头。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出油的话，你可以 T 字部位稍微多加强一点余粉，再戴到两颊，因为两颊最干，不太需要定妆。那我会再拿蜜粉刷去大面积的圆形的这样子绕圈去做定妆。我不知道荧幕上看不看得出来，但是它就会让你的肌肤变得有一点点带柔焦感，好像上了一个美肌滤镜的感觉，但是它完全没有粉感。这颗真的是一用之后就太喜欢了，而且我觉得其实专柜的蜜粉啊，它除了粉质更细之外，因为它的用量非常的省，其实一颗我这样用好久了都还没有用完，所以我蛮建议你不如去找一个它上起来妆效真的非常好，然后有定妆效果的蜜粉，然后一颗可以慢慢用，用超久。好，我们底妆上完了，再来下一样年度最爱呢，是 Benefit 这系我的眉笔。我不是发音不标准，它的名称真的很可爱，就叫这系我的眉笔，然后是粗细的细。那 Benefit 他们家，如果你有稍微知道彩妆的特色的话，其实就是主打眉彩，他们家有出非常多眉毛相关的产品。那这支眉笔是我今年用到非常喜欢，已经用到第二支了。啊，我用的色号是3号。那不亏他们真的是眉彩专家，我觉得他的眉笔有够好用，就是很滑顺好画。
你们看一下包装，他们家做的是这种比较美式感觉的，是旧金山品牌，所以我觉得包装的风格特色很强烈。那这支眉笔呢，它是双头，一头就是旋转的这个眉笔，然后另外一头呢就是螺旋的眉刷。我通常会先用眉笔去勾勒我的眉中到眉尾的地方，然后它的笔头真的非常的细，所以你画起来比较不容易失误，就是很好去描那个细边边有没有？然后呢，再慢慢往前带到你的眉中到眉头这个区块。然后我觉得它好处是它上起来不容易下手太重，所以你就轻轻这样来回涂抹，它也不会有那种不均匀的问题。然后画到眉头之后呢，你就记得不要一块这样子接在这边，你要让它有点点自然的模糊边缘的效果。然后你可以用它的这个螺旋眉刷去刷出你的毛流感，让它的发色更均匀，再去用眉笔把你的睫毛，不是眉睫毛，眉毛的缝隙填满。那我自己平常是眉粉跟眉笔会互相搭配，这个眉粉是我之前爱用的 Palladio 的眉粉，我两个会互相搭配使用，它们两个的颜色超级搭的。再拿刷子稍微这样子轻轻的去填补，把我的睫毛缝隙，因为睫毛比较淡，比较稀疏，稍微去把它颜色补匀一点，然后眉头的部分也稍微再往前晕一下，让它的这个渐层感更自然。好，眉毛完成，画眉毛就有种安全感，就好像没有那么赤裸了。接下来我年度最爱的眼影呢，毫无疑问就是这颗 NARS 的四色眼影，色号是 Mojave。它虽然拼音叫做 M O J A V E 这个色号，但是我查了一下，它叫做 Mojave 念法，它是美国加州西南部的一个沙漠。好了，不重要。总之呢，它的配色也非常的沙漠感，它是有一点点带冷色调的大地色系，然后四格眼影，它有雾面，然后主要是珠光搭配这种比较钻石光的质地。我就直接分享我平常怎么画，我会先用中型刷子沾这个左下角的颜色，当作眼皮的中间色。然后呢，我就会从眼头中间、眼皮中间左右刷，往外刷开。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古铜色调。然后呢，其实单个颜色晕起来就非常美了。然后要注意它的显色力非常好，所以下手不要太重。接下来拿中型的刷子，我们沾右上角这个深棕色，然后当作眼皮的重点色，所以呢，我会从眼尾的地方先轻点，然后再晕开，画出这种渐层感。再用比较小的刷子去沾左下角，刷在我的下眼皮、眼尾靠近眼中的地方，慢慢往中间晕。最后画龙点睛的部分，我们拿斜角刷，或是你可以直接用指腹沾左上角这个钻石光的颜色，它非常的亮，直接刷在我们眼皮正中间，有没有？它轻轻刷上去，光泽感就出来了。然后让它叠在刚刚的眼影上，你就会有一个渐层感，眼皮也会更凸显，它就比较有层次。再给你们看一下眼影的妆感。这盘的颜色我真的觉得太美太美，必收。就是那时候我一想说要准备这个单元的时候，它就是毫不犹豫直接放进我的那个篮子里面。那我很喜欢它的原因，除了就是它的颜色，我说我最近很喜欢冷色调大地色系之外，就它的粉质很细致，好晕染，尤其是它的深色，它的深色真的是我少见画完然后不会掉一堆飞粉在眼下的，它的粉质真的很细，然后它的钻石光也闪得非常的美，是真的很精致那种光泽。那不管你是叠擦或者是你单上，你都可以变化出很多不同的妆感，所以这颗真的是直接空降我今年最爱的年度眼影盘。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配色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柜上试试看颜色。好的，接下来我的年度最爱睫毛膏是它 Solon 的天生肌纤长睫毛膏。这支睫毛膏我觉得算是后来崛起的黑马嘛，就是我在 Solon 的全妆影片中那时候就有分享，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它的刷头特色，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刷头是比较中小型，然后它是有点这样子弦叶的这种半月形，然后它是这种螺旋刷头。我觉得这种螺旋刷头配上它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头型，是很好去刷到你的那种比较细比较短的睫毛的，所以我觉得睫毛细短人想要刷出根根分明的，你可以去特别留意找这种类型的刷头。
那我们就直接来刷睫毛。我很喜欢它，就是很轻，很好刷。然后呢，你看连我的睫毛这个靠近眼头的地方，小小根的都刷得到。然后再来就是它干湿适中，所以你可以刷出那种你看一根一根根根分明，不会打结的感觉。你们看这边没有上，这边刷完睫毛，刷完睫毛眼睛就会有自然放大的效果，有没有？加上因为最近我们戴口罩啊，我觉得大家会更重视在眼神这边的一些妆感，所以我觉得睫毛膏算是一个可以自然让你的眼神更炯炯有神，然后这种适合日常妆，也不会让你的妆感太过重。好的，接下来我的年度最爱腮红是这颗 The Naked 日常腮红。那其实我今年用的腮红蛮多颗的，它并没有说我万中选一，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它是我用了今年觉得色号最特别，然后印象最深刻的，然后也算是其实使用频率蛮长的一颗啦，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年度最爱腮红。那这颗腮红呢是 The Naked 跟 Fresh O2 联名的系列，那其实他们这个联名系列是 Fresh O2 所有联名之中我自己最喜欢包装跟内容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颗腮红，它的包装我觉得非常的韩系，然后比较偏简约感一点点，它是那种半透明的这种亚克力壳。那这颗色号 Piece of You 呢就是非常的土棕色，那你也知道我本身是一个土棕色控，所以那时候一看到这个颜色我就很喜欢。好的，不啰嗦，我们直接来上妆。我们上在脸颊苹果肌这个地方，它乍看颜色很难驾驭，比较偏土色，有没有？可是其实我觉得它刷起来的颜色还蛮自然的，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那种橘棕色系啊，然后南瓜色调啊，那种偏土棕色的唇彩或是眼妆的话，我觉得这颗都蛮搭的。有没有觉得它的颜色显色就是很适中，然后颜色色系也很适合秋冬？我自己是觉得这一颗就是真的很适合秋冬用，然后颜色也比较特别，所以如果你喜欢穿一些深色系啊、泰迪熊色啊、摩卡色那类的服装的话，我觉得这颗腮红就非常的适合。是我的年度最爱打亮呢，是它 Burberry 的丝柔珠光提亮蜜粉饼。它虽然叫做蜜粉，但是其实它就是打亮饼啦。然后有出三个颜色，我那时候买的是二号色，是比较偏向香槟金，因为毕竟我们是黄皮肤，所以我觉得金色，然后不要太粉的粉色调，我觉得都会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肤色。那这颗先讲一下包装，它就是有 Burberry 的招牌格纹之外，它的这个包装雕花多美，非常的细致，很像蕾丝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我有点点舍不得把它填平。那就我所知，目前台湾没有 Burberry 的彩妆专柜，所以我那时候是去精品的专柜，然后请那个店员帮我订的。那可能国外的电商也可以买得到。那我很喜欢这颗的原因，是因为我上给你们看，它的光泽非常之精致，而且没有什么粉感，就是很细腻的那种光泽感。所以呢，我觉得就很配那种你今天上起来是那种自然的底妆啊，然后它稍微去让你的皮肤的立体度再更提升一点，但你不会有种很重哦，我就是上了一层打亮的感觉。它就是很精致的去修饰你脸的立体度。那我自己就是上完颧骨这个地方，我会稍微这样余粉，你可以带到眼下，因为有时候我们黑眼圈用这个珠光去反射，也可以是视觉模糊掉，让你的黑眼圈不会看起来那么重。然后我们可以再带到一点点额头，然后鼻头跟下巴的地方，就余粉清扫，不要大量的涂哦。那主要可以把这个光泽度留在你的颧骨上，你们可以近看，有没有？它的光泽是非常有质感，而且不会抢走你其他彩妆的风采，它可以让你的妆感是整个质感更加分的。最后一样年度爱用彩妆呢，是 Bobbi Brown 的迷恋亲吻果冻唇膏。有没有发现今年比较特别？以往我都是会拍一支年度爱用彩妆跟年度爱用唇膏嘛，那今年我把唇膏放进这个单元，是因为老实说今年就是疫情，都戴着口罩，也没有什么唇膏可以分享。但是我前阵有拍一支就是不掉色唇膏，也算是我近期戴口罩比较常用的唇彩们，你们可以去复习这一支。那我要说年度最爱唇膏呢，我就会选它这一支呢。虽然它叫做果冻唇膏，但我觉得它的质地比较偏向显色力很好的润唇膏。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很特别，它是这样按压式的，它会这样弹出来。然后我的推荐色号是 Honey， 这个颜色真的是我的命定唇色，就是 MLBB 唇，擦起来跟我本身的唇色不会差到非常多。所以在前阵的疫情，就是可能没有很认真在上妆啊，但是你是想要稍微修饰你的唇色的话，这支就是非常的好用，而且它又不需要上什么护唇膏打底。直接来上给你们看，
你看它很滑顺好涂，然后呢我上了上唇，它是不是跟我的唇色非常的搭？好，上完了，而且上妆起来非常没有难度。我很喜欢这一个唇彩的颜色，除了它跟我的本身肤色很搭之外，就是你可以浓妆、淡妆，或者是甚至没上妆，只是想要稍微修饰一下气色的时候都可以用。加上它就是很润、很保湿，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你嘴唇很干的时候使用。基本上它就是我今年就是不知道上什么唇彩的时候最常带到包包里的一个基本款。那真的硬要挑缺点的话，就是它这个包装很可爱，但是因为它是按压的设计，每次压完我都会有点忘记我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才是正确盖回去的位置，但是不影响我对它的爱啦。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自然然后保湿滋润的唇彩，重点是这个色号也是你的菜的话，这支强烈建议一定要入手。好，我的妆容完成，现在就是一个用年度最爱彩妆完成的妆容，其实也算是我今年日常妆很常用的一整组的组合。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接下来我应该会拍一个开价的，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或者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今天的年度彩妆中哪一样最烧到你呢，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希望会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帮我一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